彰化县一名61岁的林姓男子，只有高职毕业，竟然呢对外自称是林医生。10年前当起秘医，到偏乡巡回看诊。108年被检警查获，入狱服刑1年5个月。没想到出狱之后呢，他又重操旧业，不但无照看诊，还使用了过期的药品，每个月不法获利将近20万元。这是村的，我该用的。你该用要怎样啊？什么药拢有呢？整个房间就像是个小药房，各式各样的药品通通有。但林姓男子辩称，全都是自己要用的，真的很离谱。稽查人员当场拆穿。你要需要医师处方使用吗？医院不会开诊罐给你。除了常见药品，就连需要处方签的管制药品，这里也有。只不过眼前满坑满谷的药品，大多都已经过期了。而屋主林姓男子只有高职学历，只凭他曾在北部私人医院担任技术人员，学习一些药理知识，居然就从10年前开始胆大妄为，假冒林医师的身份，到社头乡、田尾乡、永靖乡巡回看诊。108年被人检举，判刑1年5个月，没收不法所得600万元。110年出狱后，居然不知悔改，重操旧业。我就常吃，爱用我就直接吃，我无法吃，老吃要弄啊。手机里面也看得出来有在开药。林姓男子辩称，部分药品是上一回稽查没有被查扣到的，坚持没有继续做违法勾当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。林姓被告处所查扣大批药品及医疗器材。除了查扣相关物证，检方也传唤多名证人。林姓男子最后才坦诚再犯，被以违反医师法提起公诉，希望这次痛改前非，别再假冒医师，害人害己。记者王彰报道。